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僧伽札经卷三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缘故如来出世？”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为令众生多闻具足，是故如来出现于世。如来出世，开甘露法。若如来出世，则知一切法，以方便故，知世间法，出世间法。”知世间智，出世间智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世尊知何等法？”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“要上，如来知正法智。要上，以是智故，总摄一切法。要上，若众生闻如来出世，信法者，此是第一利益。要上，譬如有人出行至身，为得利故，将千人众担负金宝。彼人父母告其人言：‘子善谛听，此金宝者是他之物，如好守护，莫使亡失。’其人持宝未经多时，自纵放逸，所持金宝悉皆散失。”是时彼人忧见色心，羞愧惭耻，不能归家，使彼父母闻已，忧愁悲泣，而说此言：“我等生此恶子，但有子民生我家内，财物悉皆散失，令我等贫苦，为他奴仆，绝望而死。子闻父母即丧亡矣，亦绝望死。”如是如是，要上，佛说此法，于我法中无尽信者，彼无所望。临命终时，唯忧恼见色心而死。如彼父母为彼金宝，绝望忧恼。如是要上，于我法中无尽心者，临命终时受诸苦痛，先福受尽，彼不众善，临死时至，忧恼见色，堕于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受诸苦痛，作如是言：“谁救济我，令我得离地狱、畜生、恶鬼之苦？”又如父母告其子言：“未来病苦，并有死苦，汝等得解脱时，见行是身，身受苦痛，遍体焦恼，自观已死，眼不见色，耳不闻声，四肢皆痛，必归于死。遍体顽痴，犹如木石，无所觉知。”子答父母语言：“莫作是语，令我怖畏。观身无热，亦无余病，唯见死不，我当归谁？谁救济我？父母若天，谁能救拔？”父母答言：“祭祀天神，必得安稳。”子答父母：“当速祭祀，以求安乐。速至天祠，问守庙人，使彼父母到天祠中烧香求愿。守庙者言：天神嗔怒，须杀羊杀人，以用祭祀，孺子可脱。”尔时父母自思为言：“我等云何？我既贫穷，若天神嗔，我子必死；若天神喜，必得大恩。”食宿归家，尽卖家财，得羊一口，富裕于人，且待我今十日相还。若无相还，我身当为君做奴仆。其人得金，亦是买人，所买之人不知当杀，以祭天祠。丙人父母愚痴无智，竟不治家，执意天祠，欲守庙者，
汝素为我设计天祠，尔时父母自杀羊杀人，燃火祭天，然后天下告彼父母，汝等莫怖，我护汝子，令得安稳。尔时父母踊跃欢喜，作如是言：天神与我大恩，令我子差，使彼父母欢喜还家，见儿已死。尔时父母见子死矣，生大愁恼，忧见舍心，绝望而死。佛告要上善男子，尽恶之事，亦复如是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众生堕于何处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莫问世事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愿佛慈悲说如是人堕在何处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其人母者堕于大教地狱之中，其父堕于众合地狱，其子堕于火烧燃地狱，守天庙者堕于阿鼻大地狱中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彼枉死人生于何处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彼枉死人生于33天之上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彼枉死人何因缘故生于33天之上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彼人临死时起一念净心，皈依佛陀，以此善根，当60劫受于33天之乐，80劫中自是宿命，所生之处离诸忧恼，生生之处离诸忧恼，一切苦灭。要上尽恶之事，不得入于涅槃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众生不能入于涅槃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欲求涅槃者，当勤精进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精进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精进者名须弥多波地，逆流之果名精进处，所及利陀伽弥果名精进处，阿那伽弥果名精进处，阿罗诃果名精进处，波罗提迦佛陀果名精进处，圆觉之智名精进处，菩提萨多名子，菩提萨多地果名精进处。要上如是等处名精进处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世尊，云何逆流？云何逆流果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譬如有人种于树木，彼种树已，即日生芽，彼树一日，上下各生，常一游巡。复有一人亦复种树，不得其所，风动不生，以至异处，二人共争，互相诽谤，彼人如是共相争论。国王闻之，即斥陈言：抹除二人互相诽谤，速往唤来。谤臣受教，遣使往捉，使彼使人为福而去，至彼人所，作如是言：王唤汝等，使彼二人今不忧愁，王今何故命我二人？是时二人既至王所，默然而立。时王问言：汝等何故共相诽谤而起斗争？使彼二人白大王言：大王，听我所说，我借得少许空闲之处，种植树林，即日生芽，即夜花果，熟者中半。此人种植不生芽叶，即以花果，须臾数矣。彼众不生，来见谤毁而起斗争。大王，如是之事，大王应知我无罪过。
尔时大王及诸大臣满30亿，告诸臣言：汝等各说。诸臣白言：我等不知说何等语。王问诸臣：汝等颇见几日种树，及生芽叶，及以花果，守者中半。尔时诸臣从座而起，白大王言：大王，我等不能决定信受如此之言，何以故？大王，此事稀有。尔时大王问鄙人言：如汝所说是事实否？尔时鄙人白大王言：此时不谬。王不答言：如汝所说，如此之事，即日种树，即生芽叶，即以花果，此事难信。尔时鄙人白大王言：愿王自知，知其虚实。时王及30亿臣，尽守鄙人。然后大王自种其树，不生芽叶，不生花果。尔时大王心大会怒，斥诸臣言：汝等速取吏府，彼所种树，仰令斫罚。尔时诸臣受王教令，斫断彼树，一树断矣，生12树；斫12树断，生24树。今夜花果皆是七宝，尔时24树便生24亿鸡鸟，皆是金嘴，七宝羽翼。尔时大王复生嗔怒，自执吏府，枉拔彼树。王斫树时，从树出生，甘泉没水。时王惭愧，斥诸臣言：放彼二人。诸臣白言：大王受教。诸臣去矣，放彼二人，将至王所。王问其人：汝种此树，斫汝一树，生12树；斫12树，生24树。我所种树不生芽叶，不生花果，此事云何？其人答王：如我此福德，大王则无如是福德。尔时30亿大臣胡贵白其人言：汝可治国而居王位。尔时其人为诸臣众而说偈言：我不求王位，不求是财宝，心怀无上愿，愿成两足尊，得即灭涅槃，至彼成如来，为汝等说法，令到涅槃城。往昔作不善，令我入王狱，狱服受诸苦，罪报悉已尽。尔时有33000高座，一高座高25由旬，一高座上有25亿鸡而在其上，以金为嘴，七宝羽翼出人阴身，告彼王言：大王不善不善，斫罚诸树，以此罪业必入恶道。王不知也，种此树者是何等人？大王答言：我未审之，愿为我说何等大人种此树也。鸡鸟告王：如此人者，照明世间，名无上士，当度一切众生生老病死。王复问言：彼是何人？种树不生，彼作何等不善之业不生？当为我说。鸟答王言：彼是提婆达多，种树不生，无少善根，树云何生？尔时30亿大臣闻此法门，皆得实地，成就神通，使彼国王亦得实地，得通达一切善法三昧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，此30亿臣皆得